吉安乡公所六号同步针对辖区内重要景点进行消毒喷药，包括了慈云山公墓、法华山、纳古塔等，都是民众在清明扫墓祭祖的重点区域。另外，包括了庆修院，还有台开新天堂乐园，都是人潮聚集地点。清洁队员不敢马虎，也仔细的喷药，全面消毒。清明节，吉安乡的慈云山公墓和法华山纳古塔是民众扫墓祭祖的重点区域。连续假期过后，吉安乡公所立即展开全面的消毒喷药作业。我们四天连假期间，我们也因应的疫情的关系呢，做好了防护。在假期过后，我们针对的人潮聚集的地方，包括了我们的慈云山、法华山哦，以及我们的庆修院、今天堂乐园等等哦，观光客人群聚集的地方，我们再一次做了全面的消毒。我们希望跟县乡协力哦，来做好我们社区乡镇的自主管理工作，也再一次呼吁我们的乡亲自己做好了防护工作，勤洗手、戴口罩，尽量避免哦出入公共场合以外，也希望我们维护自我的管理卫生。吉安乡公所一定会努力，也会再一次请乡亲一起来共同为我们的生活、财产、生命、健康、安全防疫工作一起来努力。另外还包括了庆修院和台开新天堂乐园等重要的旅游景点，这次连续假期也涌入许多人潮。乡公所清洁队同样在这些区域进行全面消毒，希望能够确保肺炎疫情在花莲不要发生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